到到十八。这是我的包包。哇！够你碰碰碰！我心一起一台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在照相啊。照相没什么好照的。你在照你？啊照我！啊照我！一人骑一台。哇！凯在骑摩托车哎、欸。啊！那你要骑慢一点哦。要载妈妈回家哦。我是国王。啊，那个谁嘞？小博伟嘞？吴昕义，你骑这一台是什么？小博伟已经回家了。这一台是，哦，那你要换要骑这一台。来，给我照相。不要抓我的手机好吗？我怕掉下去会坏掉。掉下去就坏掉了。对啊。如果坏掉，你回去你就要被打屁股了。哇，有小朋友在哭哎！哇，他在哭哎！哇，那是车子啊！我的车子。那是你的啊？对。哇！你知道我的这个车是什么车吗？是什么车？这个是赛车，霹雳车吧？霹雳车。是霹雳车哦，那太小台了，我坐上去会给它压扁的。啊，你坐上去会不会给它压扁？这个也是玩具车了。所以不可以坐啊。那个只是玩具。啊，等一下我坐下去就卡在屁股里面了。啊，你妈妈有没有来载你？你妈妈有没有来？